新高赞，欢迎收看今天六月二七，恭喜大吉大财气新丰，我是柯兴祖。节目开始，咱来关心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昨昏在德国举办，七国的头人同齐宣布五党内要将6000亿美金帮助发展中的国家去基础建设，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会议内底，会议当中嘛宣布要联合禁止进口俄罗斯金嘛。G7 峰会第一天结束了后，领导人伫个风景正水的阿尔卑斯山斗阵翕相。俄罗斯段工业高集团的团结，第一天因宣布五年来集资6000亿美金，提供发展中国家地基础建设甲永续发展上援助。佮强调因希望向全世界传达信息：民族国家自主是为咱人民甲全球人民所营造唯一上好途径，佮带来成果。毕竟为是甲中国早已经咧做的一带一路来抗衡。These strategic investments are areas of critic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our shared global stability. Health and health security, digital connectivity,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I want to be clear, this isn't aid or charity. It's an investment that will deliver returns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all our nations.拜登佫公开俄罗斯地主，德国总理肖兹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入侵到即马，西方国家因团结，拢是这场峰会所属。肖兹指出，目前俄乌冲突对绿色能源投资尤其重要。In climate neutral and low carbon energy, including gas, can help us as a temporary response to Russia's use of energy as a weapon.非正式成员欧盟也要在自贡2027年进行提供3000亿欧元资金，用在应收邮寄基础设施和卫生基础设施。Russia's vicious attack on Ukraine happened, driving prices up everywhere from food to energy, and casting deep uncertainty, especially in the most fragile countries. These are very severe challenges.We will tackle them head on. 非营利组织世界公民副总裁卢德表示，这投资行动可能是 G7 在参加发展中国家事务上最好的开始，为彼此巩固更加强大的全球成长。G7 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只提供国民总收入的0.32%，在发展援助方面也不够承诺0.7%。不过，若无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都无永续性的复苏。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镜头搁转来，咱搁来，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的本土疫情是降到39000多，死亡个案134例。另外，咱搁来是搁出现新的一个密室性个案，是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伊规身躯起疹膜，发烧发到正，烧到正厉害，现在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出院啊。39586例本土病例，那境外一路有60例。新冠肺炎疫情最近进行东湖本土确诊无到40000，增加3.9万多例，其中增加134例死亡个案，也阁有上少年的个案是一名30多岁，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女性，为确诊到死亡只有8天时间。在6月21号，收住于医院，并使用瑞德西韦，但是病况仍不佳。那家属签立 DNR， 那同日晚上于院内死亡。那另外特殊重症新增一起密室吸，到急诊有血压偏低，发炎指数升高，由于怀疑是密室吸，所以进入 ICU。另外，特殊的重症个案增加一例密室吸案例，一名11岁查囡仔伫确诊退烧，结果规身躯起疹膜，过几天搁再次发烧，也搁出现畏寒等症状，找了前往急诊，血压偏低。发炎指数升高，转往加护病房治疗，好佳哉，伫最后康复出院。全台整体疫情主要以台中、新北、甲高雄上侪，拢是5000多例。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确诊个案5320人，我们的下降幅度是7环。新北市65岁跟原住民55岁以上，不管是第四剂或是接种任何一剂，这些长辈们都可以赠送500元的礼券。加上4剂的快筛4剂。为了鼓励中辈注第四剂疫苗，中央补助地方中辈注疫苗得送礼券甲快筛。新北市阁宣布增加送2剂。另外，台中市的确诊数比对顶礼拜减少29.4%，呈现稳定减少。所以宣布各高中为7月初1，国小甲公立幼儿园为7月18开始有条件恢复实体课程。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一款传染病，这是咱国内是出现头一个高组的个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高组的疫情目前有超过50个国家通报3000多例。希望 WHO 也未把高组列作全世界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也毋过，咱国内有专家是提醒讲，患者伫第一天至第三天皮肤会起疹疤，若是无细致，这段期间就会倒给别人。那差不多3天左右，皮肤的病灶才会出现。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容易导致就是被误诊。高组的疫情在全球渐渐啊传开，台湾嘛出现头一个个案，引起讨论。为着高组的患者，现在伫咧较近的第一天至第三天，皮肤会起疹啊。在这个期间，若是无设置，真有可能就会危害更加侪人。他假如说从国外回来哦，那有这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在这个3天内哦。皮肤病灶还没有出现之前，就要赶快做一个适当的检查。50个国家只有3600例，在整个传染力来讲，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凶猛。高组主要是透过皮肤跟黏膜等等接触相位，跟新冠病毒主要经过暖手传染相比，风险相对较低。世卫组织认为讲，高组是让人烦恼，而且一直扩大威胁。不过，还未达到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后来有专家提醒，个人的清洁跟消毒，若是做好好，就不要太过头惊吓。这种 DNA 病毒通常来讲相对的稳定嘛，豆科病毒呢，其实也像新冠病毒这一类的病毒，它们都有外套膜，酒精可以把这个外套膜破坏，它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人体的受体结合，而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专家指出，在大众运输坐在两边边座位的乘客，会防列作是中风险的接触者，是考虑患者的粒啊，若是不能破气的时阵，病毒量是真高，有可能会污染附近的环境。造成边的人会去闻到，所以提醒民众嘴暗袋挂好好，麦当准备酒精做消毒。若敢是爱注疫苗，都要观察全球高组疫情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东部、东南部沿海会落地阵雨，各地过早了后是爱细致雷公雨。咱再会来看云图。今日各地拢是高温烧热的天气，花莲、台东、恒春会落地渐阵雨。过道过对流发展会较旺，爱说是西北雨，有诶所在卖上大雨。今日各地高温是伫32度至36度，尤其中道左右，花莲、屏东、台东山区高温有机会呛高到36度以上。今日各地境外山嘛拢较强，爱做好早日爱加啉水。啊，若拜山诶时，高压会向北边压悬。水气就会稍微增加，东半部恒春会落雨。啊，若拜五的时是受南方云系影响，水气也会增加。阁有热带扰动，也是热带性的低气压，敢会结作风台，这部分是爱去观察。抓人未少民众，家己去溪边耍水凉一下。宜兰南澳北溪挖碧豪温泉，昨昏是发生堵水的意外。有九位为中南中北部来的游客，伫过独木船的时，冰船跌落水，有一个民众不幸堵水死亡。救援人员到顶，甲这十个人扛掉咧，准备撩过这个溪仔水，登去对岸。宜兰南澳北溪挖一个碧豪温泉，二六早起10点外发生堵水的意外。九位来自中北部游客伫遮耍独木船，其中4个人敢若因为水箱错漏伫冰船堵水。游客划冲击式独木舟不慎翻覆，受困于岩石之间，划同行将其拉出至岸上后已无呼吸心跳，立即实施 CPR。心肺复苏术20几分钟没有效果，然后我们大家再去帮忙。幸好10个人虽然有穿救生衫，不过伊落水了后，徛伫个石头旁内底真久，风救起来时阵已经唔知人啊。经消为着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就算水真错流，也是赶紧撩水落去救人。可惜三翁所有人民币医抢救了后，依然死亡。警方也伫调查冰船的原因。像南澳那种溪的话，如果下大雨，有时候不适合做一些从事水上翻车之类的活动啊。山区若是落过大雨，溪仔水涨起来，可能造成风险。除了注意天气、水流，还阁落水时装备嘛爱齐全，并且由专业而且合格教练陪同照看。教练提醒，万一不幸堵水，是毋是掉伫个遐？如防讲反倒当无倒来脱困，爱尽可能保持镇静，才有法度争取更加多救援加自救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经济部伫今仔日会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根据了解，电费钱可能会调悬8%左右。啊，若客家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的，还佮做小生意的店头，每个月用电1500度以下的，这部分拢袂起价，干那会起用电较上重的大户。来看联合报，今年大学的个人申请分发无照填的、无照满的欠额比去年还佫较侪，有4029个。下名额会加入去7月份考试分发，考试分发即马计共是超过35000个名额，也毋过考试分发分科测验敢若有29000考生去报考，名额比考生还佫较侪，看即个办事百面也是做袂甜。来看中国时报，咱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带团去美国参加台美的会议。根据了解，总统蔡英文进来，咱当年拢有去参加，拢是派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也毋过今年带头的人换人，换人是互外界解脱，这是有重要意义。啊，那年底县市长选举选煞，郭立雄敢会伫内阁改组的时换去做国防部长？这部分外界嘛拢真关心。有风声讲，卫生部长陈时中打算把职务辞掉，要去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也毋过在野党拢话出讲，即阵应该是防疫优先。另外，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张万安是提出要分中央的敬老金的这政见，这是予台北市长郭文铁自己讲，钱要对倒来，敢是要搁把职务留予子孙。代表国民党参选后届台北市长的立委张万安进前提出发放中央敬老金政见，和现任市长郭文铁质疑，敢是要借钱别来这笔预算。张万安批评郭文铁调侃讲，借钱等于是中央敬老金是对中部的征收勒索。对台北市的财政负担并不大，刻意将举债和敬老金画上等号，事实上这是对于长辈的一个情绪勒索，刻意分化世代，大可不必。花中央敬老金当然没有问题啊，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或是钱从哪里挪出来，这才是问题。那你要选台北市长，最好讲清楚。双方空中对呛，也毋过对陈时中也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两人点都是当作认为防疫优先。出现首例的猴痘案例，才赶快紧急洽购。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包括指挥中心陈部长，还是要将疫情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疫情指挥中心到底是，如果真的要下来选，那个到底谁要接任，怎么还是要准备的。这个阵前意将兵家大忌，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另外，那了质疑吴珊珊还未清晰副市长职务专心参选，行政无中立，郭文泰也为吴珊珊恭维。我个人在2018的时候，坦白讲，我只有到最后半个月，他请假去选，选举经费就少掉很多。我只是靠自己在工作当中每天工作。去争取选民的认同，这也许这是一种新的选举模式。虽然国民党以家己争取连任的案例认为吴珊珊甲王清时导致参选无问题，也毋过哪条拢无接受，也是认为这是用行政主管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跟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正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5亿4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9646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病例数超过361万例，日本超过9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的病例数，上多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超过88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200万例。欧洲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3000万例。镜头来美国，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顶一日推翻1973年保障富人人提囡仔这个权利的判决，这是予人看作是共和党保守派大胜利。啊，那这个判决嘛，予民众烦恼讲，未来伫美国提囡仔是违法的，富人人袂使提囡仔，这嘛引起民众抗议，甲警方发生冲突。警察努力维持秩序，即时阵后壁汹汹予人等催泪加速。另外一边，关键甲控的人压倒伫个涂骹，阁挂手铐，想要拖登去警车，互控的民众无法度接受。
这类活动发生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历史暗时，为着联邦最高法院历史推翻掉1973年的罗斯韦德案，这个保障提囡仔权利的判决。这个判决和美国总统拜登批评这和美国妇女提囡仔权利倒退150年是必要的错误。够真侪支持有提囡仔权利的活动人士，反而影响到美国数百万女性的生活。在各州组织上加多抗议，华盛顿够真侪人聚集在最高法院外口，谴责法官的判决。Doing a safe abortion. What the hell are they going to do when abortion is no longer legal?这个法院搁在判决内底，以6票赞成、3票反对，为何密西西比州禁止15个礼拜了后提囡仔法律是符合宪法？到当地反对提囡仔的民众，到几个州唯一合法提囡仔诊所——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外口，呼吁妇女卖提囡仔。Don't kill your baby. Hey, God gave you that baby. Don't kill it.这判决也让其他包括英国首相强森、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和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欧洲各界领袖走一条。在法国街头参加彩庆游行的民众是庆祝法国已经在1975年把提囡仔的权利纳入法国的宪法。国际新闻台是董平友。也是跟生子和夫人人身体自主权有关系的争议，这是在日本。日本最近是在员工女性的避孕问题，目前在日本买买事后的避孕药要有医生开的药单才买有，而且还很贵。最近这几年，日本就妇女团体要求放任这个规定，要求日本政府要放任。现在日本政府总算落软，打算开放了，对，在西药房就可以买到这款药了。那根据避孕需求，女性在发生性行为72点钟内，那吃术后避孕药啊，有80%以上几率能避免妊娠。不过在日本算真不方便，因为日本将术后避孕药啊列为处方药，要进行要经过医生问诊，而且无特别保险，一粒药啊可能要4500台币。全世界已经有90个国家便用处方签来买，至少不过日本的1/3。日本有世界上好的医疗服务，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男女平等指标156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20。女性を管理下において指導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パターナリズムがすごく強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て、女性が自分の人生を自分で決めていく自己決定を、なかなか尊重しづらいような風潮とか風土っていうのがまだまだあ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就日本女性站出来分享，不因为伴侣无做保护措施，无法度及时买到术后避孕药的经验。緊急避孕薬を飲み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買いに来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土日を挟んでしまったことや、あと仕事がちょっとサービス業だったりとかで、丸々1日仕事に入ったら早上がりとか自分のこう調整がつかないシフト制の仕事だったりとかしていて、結局本当に運任せ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まま妊娠してしまった。根据调查新闻报道，根据避孕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套破期、漏期或者是未记得吃避孕药啊。主要术后避孕药的女性当中，要性暴力被害者无法度摕到药物，才能选择人工提囡啊。刚才是只讲2018年就100000件手术，不管是身体、精神或者是经济，害处拢比吃药啊较大。女权团体发起开放民众免处方签买术后避孕药啊，人数第二来就得到7万笔的签名，受社会压力。日本政府将期待在2021年男女共同参加基本计划，各地今年10月开检讨会。支持者表示，因为意外无心提囡仔，对女性身心造成负担，那生下来也可能发生囡仔虐待。另外，日本妇产科医学会受教协会员表示忌虑，因为药物可能被转卖，较无人用保险套，性病感染增加。不过，要医术支持。これは産婦人科のための薬じゃなくて女性のための薬だから、女性自身が自己決定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当たり前のことを。2017年修正劳动省固执将紧急避孕药列为非处方药，即摆日本政府是毋是对时代进步做出尊重女性的决定，爱国观察。公司新闻王阿芳编译。镜头来南非南部的城市一间夜店，昨昏发生一件真怪奇的命案，有20岁以下的少年家被发现同齐死伫一间夜店内底。这阵20岁以下的少年家是去夜店庆祝学期考试考试 party，
淡水的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去夜店发现有人趴伫桌顶，有人摕伫椅啊，有人倒伫涂骹，遗体看起来是拢无明显的外伤，兼佮规阵人拢死去，一概过22个，真怪奇。警方即马已经有在研究，嘛在调查死亡真正的原因。来关心伊拉克，对四月份开始受沙尘暴影响，北部的空气污染是真吃力，车路能见度剩无20公尺，路里拢无啥人，店头嘛拢关门，无在做生意。啊，那阿富汗的大地震是造成超过1100人死亡，塔利班即马呼吁国际社会爱取消对因的经济制裁，赶紧甲因斗相共。空气内底拢是铺黄色的砖土，让人感觉喘气拢困难。伊拉克北部城市埃比尔，立刻开始遭到沙尘暴袭击，道路能见度剩无到20公尺，街路上出外人减少，商店的因素提前来关门。对今年四月开始，伊拉克各地就连续遭到沙尘暴袭击，五月份也一度严重到有近20人输入伤侪右砖土，出现喘气系统的问题伫大院，当时也未少机场一度爱关起来。在之前上海受到天灾地震影响，阿富汗除了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受伤人数总计也超过2000人。原本就受到国际经济制裁的塔利班政府，第二个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制裁，加对中央银行资产的冻结。The Islamic Emirate is asking the world to give the Afghans their most basic right, which is the right to life, and that is through lifting the sanctions and unfreezing our assets.And also giving assistance after destroying lives for 20 years. 在地震了后，国际社会领导机关一直进入阿富汗帕克蒂卡省的加扬地区，当地临时也发生武动，让死亡加受伤人数增加。另外，巴基斯坦的医疗团队在霍斯特机场设置临时的医疗设施，也开放西北部的边境，以便将重伤的灾民送到巴基斯坦去治疗。不过，医疗团队也是不够。另外，由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巴基斯坦、乌兹别克、土库曼送来救灾物资，也拢送到当地，后续援助也伫一直送来。中国在2月也宣布要提供5000万块的人民币，大约是代表2亿2500万人道物资的援助，给阿富汗的灾区。恭喜新闻，但是董编译。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跟乡亲我们做回来看世界。 G7 峰会现在当在德国开会，俄罗斯在头一天就用飞弹去打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客家，有造成一个人死亡，六个人受伤，这是引起各国头人都在谴责。来关心俄罗斯媒体现在是报说，普京在这礼拜会去访问中亚的国家塔吉克和土库曼，这也是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头次出国访问。来关心哥伦比亚的中部有一个大剧场，昨昏是发生三层楼高的观众看台倒去的意外，有20人摔落涂骹，上无有造成四个人死亡，70人受伤。镜头搁等下，咱过来来关心台南美术馆目前当地举办亚洲的地价甲鬼魂展览，是啥侪侪人丁人龙可可，方兴勇讲哦，这是勇气遮尼旺，等到是鬼会惊。啊！那昨昏网络顶头阁流传一张僵尸被弄下去的相片，也毋过主办单位讲，这相片是假的，无排除要对假消息提出告诉。相片当中，南美馆的僵尸和参观的囡仔无设置弄下，家长伫边啊拢无要插。有网友认为，指出这张是香港天线宝宝摄下去的家长甲囡仔，互人移花接木。开店第二天，官方强调这是网络假消息，僵尸展品完好无问题，不过伤害到大法官方的名声，无排除对黑白母的人来提告。是真的吓到，然后想说怎么会，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流出？那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跟长官演绎，保留一些这个追溯权。唔惊大石头，摆一个人条，为南美馆门口摆架火箭路加中基路口多半个美术馆。头一位早起7点外就来摆民众，专程为台北路南。虽然官方已经提醒禁止民众穿特殊服装看展览，但过依然有人穿汉服，但还要入场。这一次可能没有办法进展间，但是你进我们大厅跟我们的公共空间都是可以的，这样子。对我来讲，就是正常服装，不算特殊服装，平常也会穿。可是我待会准备一个外套让你进去，好吗？
我可以直接把外套收起来，没关系。南美馆上大容流量是4000人，开店第一天有6861进出，因为现场爆满，第3次停止卖票，官方拜日也引进人潮，简化流程。佮提醒拜日休困时间，民众爱注意看展览的时间，才袂被走一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台中有一间病院，和民众指控讲，内底护理师甲助理护士会对患者起脚动手，啊，那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的画面摄落来。病院是讲已经甲诶刚拍人有暴力的医护人员是透露啊。市府的卫生局即马是表示会去调查，准讲严重违法就会废除执照。时间是今年6月，监视器摄到护理师甲病人绑伫个消防器材条啊，山内一直甲伊碎配。台中海线一间病院和民众指控，有病人连续遭到不当的对待。今年3月，有一个男性护士也发现，甲病人一直拖去病边，甲伊持伫边一直甲拍，戏弄病人，挑动病人情绪，然后再来就是肢体上的动作，像是拍打病人的脸颊，或者是推病人。护理师会用长尺，或者是用一些工具，然后去打他的手。投诉民众表示，这间病院以收治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主，也是有护理之家。不过长期拢对收容的病人有施加暴力的现象，拢是锁定长期无人来会客，也是无多正常来讲话的病人。就算有拍着伤，也无多替家己讲话。医方表示，疑似施加暴力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开除了。针对暴力的行为者，我们也不纵容，所以我们已经已与那个相关的人员都已经开除了，这样。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接到通报了后，在这个月20就去稽查，确认医护人员是不是有这个不当的行为。护理人员于业务上有违法或不正当行为，得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业处分，其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执业执照。卫生局表示，即阵已经知影有一个护理人员加2个护士来涉案，详细进行也来调查。若是确定有违法，也是无正当行为，情节重大，会使依照违法护理人员法的规定，相当废止职业的执照。另外，医疗机构若是无尽到督导责任，会使依照违法医疗法处5000到25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台湾师范大学，伫今年是创校100年，是头一摆甲校史用红仔册、红仔图的方式画出来。啊，那画的两个画家是美术系校友。在台湾，红仔册基地甲红仔册画分享创作历程。红仔册画家祖先带来上新的作品《芭蕉的芽》，那是1930年代的台北高校出身不多，甲来自日本内地两位大汉查甫囡仔背景甲性格无同，才决定联手做校刊的故事。为了准备这本书的他的签字作业，就是 也把所有食衣住行娱乐相关那个年代的书全部都找出来看过。那这样在我在编剧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安排他们去做各种不同的活动。就算上细考证，带出台校史组学业资料，描写出台北高校迄当时的自由气氛甲校园生活。就算伫台塑大美术系的同学，伫日本十年的红仔册画家阿玲，以1940年代台北高校生因为政会毕业作品为中心，创作招兵见士旗，幼儿重现台北大空袭，西阿兵伫台北七星山顶地乌狗仔起顶地被战争历史，也了了啊为之兴奋震动。台湾学生那边呢，其实也有在身份认同上有一些挣扎之类的问题。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台湾学生是没有想那么多，希望能思考到就是和平这些是。出版社表示，虽然是台塑大百年校庆，才有这两本校史故事红仔册，但不过其实是台湾红仔册拍拼几十年的成果。在读者分享会楼顶，台湾第一线的红仔册画家甲未来红仔册画家进行12点钟红仔册创作挑战赢，同齐结脑筋。就算出版业又万辛苦，新生代红仔册画家要以多元题材吸引读者。记者综合报道。6月份是毕业的季节，也是早上稻仔收成的时阵。台南有国校啊，前一阵啊，带毕业生做伙去割稻仔。啊，那这批大约200公斤的米卖掉了后，所赚的钱会摕来帮助弱势学生。台南市的关田国小长期在推动实农教育，带学生囡仔做伙种作物，
那是地方的特产菱角甲豆仔，也佮有瓜仔泥、草莓等等，希望予学生自细汉就了解食物的珍贵。体会到农夫的辛苦，让我们知道要珍惜食物，不要浪费食物。六月拄好是收七个季节，嘛是毕业的时期。关电国小安排今年的毕业生做伙来采收因的新核结晶，那是见证是农科定的成果，传承家乡的传统产业，嘛予因的小学过程留一个圆满难忘的收获。今年的稻米种得特别漂亮，好、哦，那也是他们这一年来的辛苦。将近有200到300台斤，我们准备来进行义卖。希望将义卖的所得全部回馈给我们所有的校内的一些弱势的孩子的一些学习。这摆收成大约有200斤的米，卖掉赚来的钱，会用来做后来弱势学生的辅导经费，让毕业生帮助学弟学妹继续来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南区有一间开一家子的饼店，专门在做宫庙拜拜爱用素食圣地。除了有传统的古早味，83岁老师也开发新口味，而且每天是限量现做，现在已经成做出国打拼的台南人最怀念的滋味。潘公公的鸡蛋糕都出炉，黄义雄师傅就接要做素五星。台南这间超过一家子的饼店，为结婚的大饼、未来饼，到拜拜要用的素食圣地都包办。不过，若要吃，就爱两早来买，因为师傅坚持逐工限量现做。咱平常七月年啊，这啊，咱邻家咧拜门口拢三星啦，所以大家咧福财神明拜神明，这大庙拢着爱五星，啊，这就是大庙位爱比较大户啦。哦，啊无正常拢头着上个半斤的迄啦。黄义雄师傅为12岁就开始学做饼。到現在83歲，也是一直在研發新的口味，親像他做的素食生理，裡面就包葡萄乾、木瓜籤頂頂的料，最近又把大餅改做黑糖口味，讓來高官的人客除了古早味，也可以吃到他開發的新滋味。五星五行啊，啊一隻雞、一尾魚、一尾蝦、一尾一隻蟹嘛，對吧？這我自己開發的。这料哦，做个像四个饼的料，这种四个，这个皮蛋啊，迄个木瓜签啊，羊肚干迄个。师傅70年的功夫，加上传统的手艺，让真侪老客户拢不时改订饼，为细汉食到大汉。这间一家子的饼店，陪伴台南人走过人生的大小事，已经成做大家共同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啊，那罐豆糕是英国细汉时阵的囡仔才会记得。即马南投有一个社区是专工带即马囡仔去罐豆糕，真侪囡仔拢是头一届耍，感觉真新鲜，嘛顺续了解生态甲环境。一群大人甲囡仔伫沟边挂水，原来因是要去罐豆糕。南投德山镇的富洲社区，即阵特别规划一个在地小旅行，带社区的囡仔去罐豆糕，认识当地生态环境。这是第一次罐豆糕，然后第一次我觉得很有趣，也有很好玩。一开始的时候是理事长跟镇长先示范给我们看。然后他们找到洞之后，我们才把那个水灌进去洞里面那样子。先在土里找到坑，把水灌进去，正是对当看到豆糕造出来。一挂社区的囡仔拢是头一摆灌豆糕，因感觉真特别，也真欢喜。灌蟋蟀这个事情，应该是30-50年前我们小时候那个玩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吃，而且灌蟋蟀。也是一种蛋白质补充的一个来源啦，不过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环境的变迁啊，农药、化学肥料使用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鼓励，尽量注重生态。社区办的这项活动，带囡仔走去户外，在自然环境活动，也一直用电子产品，有机会认识生态，也让爸爸妈妈重新体会细汉时啊罐豆糕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有推出人权教育绘本评选计划，今年已经是第3届啊！即届有12组的创作者来参与，用4个月时间去参观不计为止，也阁有听政治受难者分享因的故事，尾也是创作出12本人权教育绘本。
亲像马江的画作表现出不计为止安康接待所复杂的设计。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人权教育绘本精选计划的收藏，描写在白色恐怖时期社会目睭看现现刷过做无发现的受难者故事。比较想要偏移有点文学性的感觉，就是像诗的这样子，慢慢的从可能有一通电话，然后就开始抓到一些受难者们、前辈们，然后就这样子被关进狱中，然后但是其实都没有人发现。听不同老师的上课方式，然后还有受难者前辈们讲述的过程，然后每页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这样出现。国家人权博物馆绘本评选计划今年是第三届，总共有十二组创作者开四个月的时间，推出十二本以人权教育为主题的绘本。在创作过程，也透过实地参访、维权维基、政治受难者分享等等课程，丰富创作者的作品。我们是更加的精进在人权教育的一些课程上面，这些课程除了从历史脉络的这个部分去了解它，我们也带领学员去做一些不易遗址的参访的部分，就空间的面向来进行一个了解。那也邀请了政治受难者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属来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林宽冠表示，过去两届已经有一本作品跟出版社合作出版成功，两本等在规划当中。这摆前三名作品，博物馆也会负责刊刷甲宣传，参出版社计划出版。记者郭不根曾派文新北报道。台北市市政古迹前行政院长严锡山的古厝，经过文化局用三千万，经过十八年的修复，伫最近对外开放。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全部都是石头的，所以它是仿山西的窑洞。我做过行政院长山西王清河的建设山，甲部下伫阳明山起的精灵洞，2004年获台北市政府指定做市定古迹，市府开3000万修整十八栋，最近总算完工开放。透过详细展，了解老厝主的事迹。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在民国38年的12月，带领着当时的行政院和其他的五院一起到台湾，等于把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从大陆带到了台湾。历史学者陈立文表示，即阵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岩石山，但是伊伫近代历史其实是真重要的人物。展览内底小解伊对主政山西到千台，都要温记阳明山的经过。不管是总能洞的格局，或者是总能洞的屋顶，亦或是总能洞的前方的位置，都有一个中字，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中这个字代表着他的思想。横区除了精灵洞，阁有当时对水岩石山的部下所住的庄仔厝防空洞。但立文表示，阳明山伫过去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国迁到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希望透过这间厝的保留，予大家更加了解迄段历史。记者林甘木留开台北采访。那伫家己的太保市是有一间70多栋的古厝，厝主叶家军用2冬的时间，甲内外拢全部做过整理，而且佮甲内底2000多本册，认真提供予社区的囡仔会当去遐看册，佮利用这个空间，予社区有新的改变。社区营造老师伫街道甲大家认识，学员伫厝内外无用手头的工课。老师讲，自从厝主甲这间三合院整理好势，社区营造的课开始有好的发展。他的那个伊的代码足快，吼、哦，伊就是讲，阮来操作这一挂工艺的动作，伊是足需要的。嘿，啊，像这种吊钉啦，若要拍啊，若要放物件嘛，拢足方便的啊。这间70多年的老厝，经过2冬的整理，设备改造会当让囡仔读书的所在。本身咧做国小老师的主人讲，过去细汉的成长记忆，让伊想要整理这间老厝，提供给在地的囡仔，而且都合作温导。我读册的时阵，就是感觉遮拢无所在当互我读册，我拢一定爱去家己市区，就想讲，我若大汉了后，我会当为我的故乡做啥物代志，我感觉就足好诶。阮兜伫假日的时阵，有社区营造甲地方创新的课程，平常时嘛有开放互人伫遮看册，未来嘛希望会当配合无同的单位，互即间老三合院替因这个老社区加添新的活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那伫新店的宝山乡有一个专门做火炭的炭窑，这是目前北台湾唯一还有保留传统烧炭的所在。对准备材料到烧出来，差不多是要用3个月时间，因为产量有限，所以烧出来的这土炭、火炭是真侪人抢不买。来到炭窑附近，远远就闻到当日烧炭的味，
师傅先甲准备必须的叉口把好势，出来送入去800W的炭窑内底，一盖烧入去到出窑，就开三个月左右，过程真正辛苦。开始早上5点烧的嘛。哦。你看今天几号啊？今天是第八天，我是满了一天我才画一天。民国70年在现在这个原址哈，有一个窑，然后88年的时候塌掉了。他掉，然后93年，我又把它盖这个窑，一直烧到现在。为着保持炭窑温度，烧炭的过程无论早暗，就算三更半暝，师傅也爱准时起床加火。30000斤的叉烤，烧出来的火炭，干那剩6000斤。有料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啊！哎呀，不然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神，让它塌掉也是很可惜呀、啊。会不会有人想要来跟你学？不可能，不可能了、啊。除非跟我一样秀逗的。现在用传统炭窑烧火炭愈来愈少，所以说欢喜的炭掺台语的炭钱的炭点起来真烧香，他所烧出来的火炭也确实有很多人抢买，希望可以把这项技术传承下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挪威是有一个查某的爬山专家，伊号做哈利拉。过去2个月已经爬6座悬度超过8000公尺的悬山。也毋过伊讲，毋管伊有偌打拼，甲当也是真侪人拢认为讲，爬悬山即款运动无适合女性。那过程中，同款也会拄到真侪阻碍。大声欢呼庆祝登顶安娜·布尔纳峰。挪威女登山家哈利拉过去2个月已经成功登顶6座8000公尺以上悬山，包含世界第一个风性武峰。伊也承认，都算是21世纪，一般人也是认为爬山无适合女性。It is, and it's always in the history, and until now, it's been like the strong, macho men going out climbing mountains. And I can see it now, and when I talk to people that are not in this sport, they believe that men are more capable than women are. 36岁哈利拉去年只用12点钟就伫圣母峰甲罗祖峰之间的山谷刷移，成就女性上紧的纪录。新闻头版也报道出来，伊拍算要挑战英国登山家普尔加6个月搁6天登顶14座全球最高峰纪录。There is a lot of girls and women that wants to climb and they wants to have a sponsorship from the brands, but when it's more easy for the brands to believe in what the men are presenting, like they are going to do, it's so much harder for women to get the sponsorship. 在过去的历史只有40人，麦登登14座全球8000公尺以上悬山，伊希望能成做其中上紧的一人。根据尼泊尔政府统计，今年爬山的千人当中，只有5%是女性。哈利拉也希望透过挑战纪录，鼓励更多女性到顶来爬山。I really hope it can inspire other. 公司新闻台会见朋友。加拿大最近这几冬因为高龄化的问题，劳动力欠缺，这两冬阁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造成欠工的问题阁较吃力。其中伫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因为食头路无年纪的限制，加上有头路食第一要紧这个文化，所以即马出现一挂囡仔工，上细汉的才13岁。13岁，苏菲亚罗斯真努力准备料理，搁去柜台替人客介绍。伊才读高中，因工作是因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无上届劳工年会限制，那父母同意14岁以下因工作，毋是上课时间，或者是暗时。16岁以下青少年无工时限制。我是 travailler surtout pour occuper mes étés et avoir un petit emploi à temps partiel, faire des petites heures par-ci par-là, aussi me faire un peu d'argent de poche, c'est par la même occasion.Puis si je trouve que c'est vraiment l'emploi parfait, avec un bel esprit d'équipe, avec des bonnes personnes, avec travailler.全球先进国家人口老化造成劳动力欠缺的问题，加拿大也无例外。去年，第55岁到64岁人口占比12%，创历史新高。新冠疫情后，已经减少。另外，这几个月来，加拿大经济复苏工作机会增加，仅仅这季度增加33万的工作，失业率只有5.7%，魁北克只有3.9%，这因素让真侪头家找不到工。Avec la pandémie, ça a changé tout.Avant, on avait quand même des CV. Ça avait réduit d'année en année. Mais avec la pandémie, là, on s'est retrouvés vraiment avec vraiment des gros problèmes d'embauche. Il faut aller gratter un petit peu partout, essayer de voir, OK, tel, ton ami, elle peut-tu travailler? Ça y tente-tu?
在魁北克青少年多点播劳动力欠缺上好的选择，统计显示，十五到十九岁青少年一半头路，或者解释在魁北克，不管囡仔家境如何，出外工作，毕竟为是自主的表现。Ce rapport au travail, cette vision du travail des enfants, je pense que ça fait une spécificité québécoise, peut-être nord-américaine, en tout cas par rapport à l'Europe. Là, donc, il y a vraiment cette forte valorisation du travail, même si les parents ne forcent pas les enfants à travailler, mais il y a quand même cette espèce de culture qui est transmise.对青少年来讲，工作能赚钱，佮累积工作经验，对头家来讲是维持生理的劳动力。啊，不过对这现象，魁北克劳动部长本来是真烦恼，伊表示，好十外岁学生愿意食头路，唔是正常现象，要考虑立法要做相关的限制。公司新闻王阿芳编译。来关心环境，要伫市区内底有绿地真无简单。泰国的首都曼谷市中心就一大森林公园，41公顷跨越园区内底有种真侪树啊，是奢侈树拿，而且阁有水边啊，生态嘛真丰富。公园内阁有观景步道，而且会当骑脚踏车。大礼拜、大礼拜两天就会成上万人来行搭。曼谷这真闹热都市内底，班加奇蒂森林公园是一个奢华的存在。41公顷的园区，用要是台湾森林公园的两倍，为吵闹的市中心带来宁静佮清凉。宽广的步道，让人伫个树荫之间亲近自然。鸟类店名苏仔特龙，逐天拢来遮，伊讲一定是遮发现40多种物种。The way they design the park is quite special. They can becau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trees here. You know the bird, they go where the food is, right? 这地点已经是泰国薰草管理局的工厂，几年前展开阶段性转型计划。设计师保留老班加湿地公园原来1700丛老树，扩增的园区面积增加7000丛树栽，打造一丛一丛的小森林。水塘是规个园区的心脏，湿地环境对野生动物友好。个人为附近社区收集过过滤废水，加了路径处理系统的功能，重新连接居民甲自然的关系。อย่างนี้บอกไว้แล้วคือผมเป็นคนไม่ค่อยชอบเดินห้างไม่ค่อยชอบท้องแอร์ชอบแบบว่าชอบอากาศธรรมชาติ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ต่จริงๆมีกรุงเทพสวนสาธารณะใหญ่ๆอย่างนี้มันก็มีไม่มาก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ดีใจที่มันมีสวนสาธารณะสวยๆ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ล้วก็จะว่าดิฉันจะกังตัวจะเป็นหนึ่งเชิงหลังที่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ทยจะจุดเริ่มตั้งค่าเดิมมันกูตัวตัวไฟกันที่เกี่ยวอุกก็จะเป็นสิ่งของของเองจงมันกูชีบินเนี่ยยิงกุนตัวชีดเด็กที่วิชิพิงฮงกงเชียวยี่หวันกับจับพิงฮงกงเชียวตัววันเชิงในของสามข้อนี้จะได้ตั้งจุดคุกคามความโป้ยี่กี่ตัวชีตัวเป้าอุบังโซอังกฤษสังกัดเปรียบสียังไฟตัวเองกงของยี่หวันพิงกุนส่งจีผู้ดูพิงกุนฟุ่มโป้กงเห็นคุกคามตัว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who own the land, should they consider to build this kind of parks in the other districts which still lack of this kind of spaces? 专家表示，更加有效率利用废弃甲无路用空间，对解决都市绿地无够的难题有帮助。就亲像班加湿地森林公园6公里外，这条208公尺长。环过招聘一号的空中公园，伊是两年前由被废弃大桥改造成做全球第一个跨湖公园。民众在黄昏的时阵，伫只跑步、骑脚踏车，享受凉风甲湖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到拜四，咱各地拢是高温烧灼天气，高温有机会升高到36度以上，尤其是花莲、台东甲屏东拢有到高温的警示。啊，那各地伫过头了哦，是说是雷公雨。啊，那拜五的时可能有热带扰动分系会刷入到咱台湾，各地雨水会变较高，会转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尤其东南部也阁有南部雨脉较粗，雨会较明显。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高3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1度。咱做伙来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
雄起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